先拍给老师播放莲花图片，你们自己看清楚，有没有啊？在湖中有看到多少种动物？在湖中有看到几种动物？谁会叫几种？五种。五种，来出来算一算。1、2、3、4、5。对吗？来坐下来，你讲坐那，
景鹿和青蛙，你头脑想一想啊，长颈鹿在做什么？长颈鹿在做什么？嗯，老师叫名字，你手放下来啊。刚才你还没有讲呢，到你，长颈鹿在做什么？绑绳子。绑绳子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
Thank you.